哦，那边反而没什么下雨 ，OK 了，气还不错，要下稳稳的下雨了。OK 啊，不碍事。你扎手。钩子生锈没有换啊，太懒了。漏人莫平单啦，钩仔无换，去予鱼仔电。嘿，他不是，他吃我的饵啦，会不会钓到老鼠啊？欸，还好他没有吃我的钩子。欸，他还知道懂得不要吃钩子欸。哇塞啊啦，还出现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很难解欸，你又不敢解它，你解它怕被它咬。对啊，来来喂你吃一点啦，不要吃我的鹅啦。就是这个坏蛋。哦，超大只土王。花生啊，原来是花生。花生啊，不是啦，八大王土王那边口肚子刺耳，我只有0.3分了。0.3分，第三条。
啦。没有，他是把 A 沙打到网子上面呢、啊。怎么今天要做这个啦？送他了。要不要网子？小的啦。哎、欸，好打啊嘞！你小心点，不要这样硬爬。哈哈，又爽了，拉线了。拉线。哎、欸，阿爸，你要拉什么？有什么拉线？我这没办法拉线呢、啊。拉，独立作业。来来来来。好啊。好啊嘞。好啊。还不错哦。啊，又被你先开壶了，来来，你抓，哈哈哈哈，两分哦，我滴嘞嘞，太扯了啦，怎么可能呢？哎，啊，我来钓这。大土黄啊！哇！你有看到那一条鱼身？没关系啊，应该是乌龟在报复啊。